海德岸 MSE1000 能在生产中自动搜集测量值，并可支援许多界面，连接的选项相当弹性。您可以连接多达250台的测量设备和传感器，当然也包含非海德岸的产品在内。无论是简易还是动态测量，测量值都能透过以太网络界面转换到高端的电脑系统。这提供了您可以直接在个人电脑中进行记录、分析和处理数据的可能性。MSE1000 提供有效的诊断功能，来测试操作中相互连接的量测系统，确保整个系统的最大可用性。测量值可以作为触发器，并作为 MSE Setup 的软体讯息。例如，设置操作模式时， MSE1000 可直接显示测量值。电源和基本模组已组成了功能完整的信号处理装置。您可以根据您个别的需求完整延伸模组。许多附加的模组和额外的界面都能满足不同量测的需求。您立即就能辨认出在 MSE Setup 概要图示的连接模组。MSE Setup 还提供图形使用者界面。因此，可用拖放的方式配置相连的量测设备。海德岸 MSE1000 在生产线上迅速提供您多达250个量测设备和传感器的测量数据。